不要！你对不起的不是我，是你的女儿。我不想你为什么做这么，肯定是我做错过什么。六哥，这是要放我们出去了？你的确犯过一个很大的错，一个不可饶恕的错。六哥，这个事签了，1000万，老子都快，妥了。啊，咱俩呢，现在就算是债务纠纷。 你这不欠钱了吗？那总得有个抵押呀！你这不还是绑架吗？说谁绑架了？你流氓！ 带走千和姐又想干嘛呀？他们想我问你妈再拿钱，还要啊？你们当我们家提款机是吧？啊？我不管，你们有本事找我妈要去啊！只要我妈给，我走了，拜拜。 要不，咱们再跟我妈要一次钱吧。 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
我有必要提醒你，在绑架发生的24小时之内和收到赎金的24小时之内，人质被杀害的可能性是最大的。400万，加上你的300万就700万啊！白天你们刚从我妈那拿过来600万，这我这造了什么孽呀？这是有多倒霉才能遇到你们这种不靠谱的绑匪呢？欧阳，你说我们现在把你送回去，然后就跟你妈说我们是路上遇到你的，她会信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差不多，只要我们统一口径啊，你也不能揭穿我们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就算我妈信，那钱的问题还是没解决。所以，你妈会不会为了感谢我们，拿出700万来表示谢意啊？有可能。除非我妈像你一样傻。没报警，是我怕万一被绑匪知道了对一涵不利，所以理解。所以我们一直在你家附近。谢谢。这是我们警察的职责。最后一次通话是什么时间？昨天下午5:47，他说一涵今天晚上一定能到家。可是。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真的不敢想。万一已经10个小时了，涵涵，你在哪儿呢？妈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。你别怕，给妈妈一个定位，我过来接你。他们不让我走，他们说让我给你打电话要钱，那不给钱的话，他们就要杀了我。你别怕，妈妈给，你没事就好啊。你告诉妈妈，他们要多少钱？那他们要700万，明天就要拿到。妈，你一定要救我们！妈，你救我呀！这样行吗？特别好，辛苦你了啊。人没事就好。张会计，银行几点钟开门？9点。
10点钟以前给我准备700万现金。好。他们还会再打电话过来的。他们每次要钱都这样。前天给了他们300万，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连夜给退回来了。然后昨天是600万。 钱拿走了，人还是没放，现在又要钱。你等等，退钱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师傅，市局刑警队和秦书高马上就到。我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胳膊肘、响尾鬼的家伙。 接下来怎么办？等天亮。 进入的消息，绝对不能传出去。明白。小季，哎，等等，钱钱的位置好确定吗？还需要时间一点的排查，因为这个孩子啊是送水的，每天到处走，他也不清楚什么时间这个钱掉在他车上了。抓紧时间联系，好，安排你们所里的人排查。是，现在马上办。 你已经2天没睡了吧？你去睡一会儿吧。以我的经验，早晨9点之前，绑匪是不会来电话的。他们知道你这个时间是在筹钱。我睡不着。强迫自己去睡，身体过分透支会影响你的判断力。明天你要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歹徒。任何一点小的闪失。 都可能让人质陷入灾难。我请求你，把我的女儿活着带回来，也请你相信我们。 这个是王以涵的号码，和本案有关的通话一共有7次，但是目前属于关机状态，信号还没法搜索。另外一个号码未纳入实名系统，通话记录我们正在筛查。田队，这和你们之前破获的三起绑架案有类似的地方吗？手法不一样，那些人是先要钱再要命，这个显然不是。对啊。 特别是拿了赎金，
他又退回来，太匪夷所思了。毫无逻辑可言，才是最可怕的。天快亮了。大叔，大叔，这袋怎么跑哪儿去了？大叔，他是谁呀？那混蛋！谢谢你，
你们不是坏人，只不过不得已做了错事。其实我有机会可以跑掉的。我希望你的女儿能平安回来，因为看到你，我就会想起我妈妈，她一定跟你一样痛苦。之前是我不好，故意跟她作对，因为我觉得她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她的心里只有工作赚钱，而我只需要按照他的规划完成就好。我就像一个木偶，除了花钱找不到其他的存在。其实做父母对子女的在乎是在骨子里的。不管你们有多大的误解，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能全力以赴的只有他们。希望今天能够顺利，我先回家了。